迪士尼大飞跃，哈哈！昨天的视频好多人都猜对了，我是爱跳舞的星黛露，果蒂是充满欢乐旋律的奥勒米拉或者吉莱多尼，布丁是热爱美食的饼饼可奇安。整个九月乐园里都有很多达菲家族的主题元素哦，如果你是达菲迷，可千万别错过了，达菲月肯定少不了达菲家族的周边啦。哇，你们看，这些小可爱们都换上了手作风格的复古风衣服，哇塞，这牛仔外套也好好看啊，可惜没有儿童款，哎，但是这个可以啊。还有上次团伙的五周年纪念款露露也不错嘞，这小礼服实在是做得太精致了，走，跟我回家吧。啊，这个也很不错哎，全套达菲家族圆珠笔，我要买来送闺蜜。这个文件袋可以用来放试卷。好了，我要去找我的超级大露露去了。哎，怎么全是中号了呀？反面更没几个了。这个露露的大小不是我本来想要的那个哎。后面问了工作人员，他说大号刚好缺货，只有中号了。是等大的还是买小的呢？我决定了，因为他的眼睛告诉我很想跟我回家，后来妈妈说买了中号就不能再买大号了，我答应了，所以妈妈就同意我带他回家了。那个时候觉得能得到中号露露也很开心啦。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会怎么选呢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大的，还是愿意先买小的呢？